是，这家伙有个铃铛，他妈的！不会有别吓的吗？嗯，他有吓到了，不知道他掉到什么了。现在哪？哦，还蛮远的。哎呦！这老黑没有弄铃铛哎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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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妈，跟刚刚一样的鱼。好像是哎。嗯。这个还好多这个鱼了。那鱼感觉就吃垃圾的，我猜。他等等肯定又要把它放生了。他吃垃圾的、哦。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看那老豆都钓上这种鱼了。我猜他等等肯定又把它放生。哎，那个鱼真跟大腿一样粗。老黑在刮他的鱼鳞。我刚才走近看了，真跟大腿一样粗。太恐怖了。估计可重了。哎呀，看那老黑怎么不过来拉他的杆。一杆就放一次啊。我也想看啊，那没钓上，你要拉什么？肯定要把那个垃圾鱼丢下去。那里边挺吵的。不会，我觉得挺方便的，还可以在那边玩手机。就想要恶心，嗯，服了你。是不是有噪音在？服了你。